很简单，你看着。我哎呀，我给阿弟绘画。我会看着别的歌。哦真的不行，戴要戴口罩，那口罩三个口罩，五个。妈妈又打电话，我又说我不管这个，因为我一个想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吐出来。然后妈妈说，大家没有办法，我找人谁会帮忙你？妈妈又找奶奶，奶奶会帮忙。哎呀，奶奶，奶奶，你看我口罩戴好了。我真的不会，那个是太丑了。你三种，你三种，这个什么东西？绿豆，绿豆。这个要放哪里？六环街门口。啊？六环街就放门口。这边门口。慢点。早上我拿的时候，这个绳子是湿的。哇！你有没有洗手？有洗了，好厉害！我来，慢点来，奶奶，慢点。哎呦，奶奶，快走！六大姐，你跑什么？一点味道都没有啊！有六个口罩吗？你现在给我1000块钱和我不做。很简单，你看着。哎呀，我给阿弟绘画。我会看着别的歌。你笑什么笑？我做的东西我真的不会，我今天中午吃什么他都在这边，我很怕。这个东西，没事，你过来。我们都没戴口罩，都没味儿。你要慢慢适应，过来，我教你。一下子摘1层口罩，一下子摘1层口罩，你就成功了！快点！别怕，加油！不要笑我。还不够，我还有跳连跳。你是谁过来？这是谁本来？哎，真的。你当没有母猪，我没有母猪。好了。小心等到半个一天，让他适应农村的生活。好，你就想一想，这是清水啊！来，行了，来我帮你弄。没事，我滚。加油！克服了难心，你可以的。这不就好了吗？是不是？有多难？
气扁也不难。咋不难是不难，但是太丑。没有丑啊！我可以做这个，你不要过来，我。哦。那你肯定会做。好好，没事，我加油，加油，我会。你这样教过来，那又教了一遍，没想你把它教死了。没有味道，没味道，不要想着味道，你想着不要把它教死了。OK， 成功了。有奶奶的指导，这些菜呀、啊，肯定能茁壮成长。大家多一点，不够再挑。好，多一点。我滚！真的是本来你还是拿不来，你进球都没踢，你太难杀了。大的旁边来按你，那按那个是你的茶壶。按这里，按不按这？按这，按这档子，按这楼，哎呀，对了，姐，按这楼，好好，按这对了，用那宽宽的鞋的在在。嗯，按这对了，拿按紧。那水都按一斤，这个鞋都得那个丢。嗯。嗯。好咸，好咸。非常感谢奶奶、阿金、小乔他们有帮忙，因为我真的不会做这个工作，不是我不要，我的身体这个有臭的味道，我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吃这样的，但是这个是我的身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妈妈会开心，因为都好了。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。刚刚去洗手，男人说：“哎呀，要叫卡姐叫这个飞呀、啊，你看好哎，他怕死了。”我说：“没有，今天很厉害，你已经克服了困难。”给你点赞。什么点赞？我真的。那不是原来是哦，一闻到就、跑到家里去的。因为我的心疼，你们在这边干活，我在这边。那这样说明你已经克服了困难，已经克服，已经很棒了，已经克服住了。两个大拇指。我给他点了三个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奶奶，谢谢，不要钱，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！哎呀，非常感谢小乔奶奶和阿青，在这边吃饭，我一个人真的不会。金龙，金龙，搞了，搞了。